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就今日我啱啱收工啦，咁啊翻咗嚟研究所咁啊，咁啊应该本身咧我就谂住交代啲嘢咧就用文字嘅，咁但系咧都有啲复杂，同埋我啲写字啊唔系唔叻，咁啊索性拍条片。咁啊，用口講，因為文化水平低，寫字唔叻，好多識講唔識寫嘅。咁啊，今次我要交代幾樣嘢咧，就係唔關音響音樂事。咁但係都要喺呢度咧，就要聲明一下嘅。咁啊，最近早兩日咧，大家如果有上我哋嘅 HiFi 分享討論研究所咧，都見到有啲。呢啲啊，咁啊唔係咁好睇嘅 post， 又好似唔係好關音響事啦嚇，咁就引發咗一啲互罵啊，有啲侮辱嘅人身攻擊嘅詞彙啦，咁就咁我先喺度同大家咧就講聲唔好意思先，咁點解咧？因為咁啊，充斥住喺個版面咧，原來一晚之間都好多留言，咁啊令到可能有好多朋友或者好多工友咧就好唔愉快嘅。咁啊，後尾就再引發多另外一個 post 咧，就有啲投訴咁樣。咁啊喺度同大家講，真係唔好意思，因為我哋我就係管理員啦。咁我哋其實其他仲有幾個版主。咁嗰幾個版主咧，其實都有各有各嘅職業，亦都唔可以話全天候咧就 mon 住曬啲 post 啊嗰啲留言。咁啊，當咁啊有一晚夜晚就我發現，咦，開始原來都好多嗰啲大家互相對罵嘅侮辱啊攻擊嘅留言咧。咁我就當晚我就。cut 咗嗰個留言功能，咁第二日咧就另外一位谷友啦，咁就出咗另外一個 post 咧，就有啲投訴，咁啊其實我都睇到嘅，咁但我哋因為本身我哋版主啊，我哋管理員咧都經過分析討論，都覺得好個 post 唔係好關音響事喎，咁我哋就刪曬啲 post 先啦。咁就費事再引發第二啲罵戰咁樣啦嚇，咁就係咯，喺度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。咁就咁啊，第二要有稿啊，我都要做功課，有曬啲撮要交代啲乜嘢。咁好啦，咁啊講翻嗰個 post 引發咗好多留言、好多爭拗嗰個咧，咁其實因為本身我自己都有淘寶，咁我哋就覺得啊，嗰位谷友咧，可能都係出於好心，可能啫嚇，假設性，因為都係提醒下大家，而家疫情嘅關係咧，都係比較危險嘅嚇，咁但係都唔緊要啦，事情就已經過去咗啦，咁就咁我哋喺呢度咧，又再次聲明一下。咁以後咧，我哋都會如果留意啲 post 咧，如果喺留言上啊，或者有啲詞彙係比較唔係咁禮貌，或者有啲攻擊性或者粗口啦嚇，其實我都講粗口嘅，不過我用啲數目字啊、英文字嘅代替嘅，咁 OK 嘅啊，咁啊呢個尺度就。鬆少少啦，係嘛？因為我都冇乜文化水平啊嘛，係嘛？咁就唔好直接打嗰啲字就，因為咧我哋一接到舉報嘅咧，我哋好多版主、好多其他嗰啲我哋管理員啦嚇睇到噶嘛，係嘛？咁就有時都要酌情處理一下咁樣啦。咁啊，用啲代名詞啦，啲粗口嗰啲其實 OK 嘅，係嘛？增加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語氣啊嘛，係嘛，去形容啲嘢 ，OK 嘅啊。咁但係咧，我哋一向喺呢個谷
創立了3年多了，都好像4年了，一向都不講政治，一向都不談論政治的。咁我哋版規都有寫啦，唔講政治，唔侮辱人身攻擊，最重要係互相尊重，呢、這個好緊要嘅。啊，咁就即係我冇乜文化，但我都識去尊重人嘅。咁呢個好緊要，大家都希望可以留言啊，或者按讚嘅時候都留意一下呢、這個啊，即係我哋嘅精神嚟嘅。呢、這個我哋個谷係嘛，唔好分。大家的政治立場，就大家很無私去分享我們的音響、音樂，去討論其他東西，這個 是我的理念來的，是吧？不喜歡的可以不要按讚，碌過了就算了，不要看了， OK？ 那啊，大家開心一點，因為始終都是我們大家都是玩音響而加入噶嘛，係嘛？喺呢個好似個大家庭咁，大家可以可以共存到並存到，冇分高低，冇分政治立場，即係唔分嘅，係嘛？咁樣我覺得係最好嘅。咁嚟緊咧，如果我哋再見到一啲留言啊，不禮貌，唔尊重，或者互相攻擊。或者去攻擊人身攻擊人的話咧，咁我哋就會比起之前咧，就會更加那個處理方式啊，收緊呢個尺度。咁包括係啲咩咧？可能關閉咗攻擊人嘅留言嘅師兄嗰個户口，唔俾佢留言啦。咁我好少趕人走或者踢人走嘅，係嘛？因為好像一個大家庭咁，我哋每日都好像見到面咁噶啦，好似係嘛？咁啊，咁希望大家都留意啦。咁呢個就係我哋版主同埋管理員去大家都衡量過嘅。咁有啲 pose 唔涉及音響嘅咧，我哋都會即係無關重要，我哋都會即時關閉噶啦。啊，咁啊～咁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啦，我哋呢個係即係大家都如果識中文嘅話都啊 HiFi 分享討論研究所係嘛，咁啊圍住呢幾個 point 咁去嚟分享係 OK 嘅。咁就最後啦，咁啊唔講得太多啦，都8分鐘。咁啊都希望大家我以上講嘅嘢大家都能夠接受。有什麼問題直接 PM 我或者私信我啦，不需要去出個 post 去跟我講的，或者跟版主的管理員講的，不需要的啦，直接私信我喂有些這樣的問題。因為大家我們管理和版主啦，其實大家都有工作在身都忙，有時走漏眼呢真的很難避免，希望大家都原諒。咁最後啦，咁啊講完噶啦，咁啊希望我哋個群組能夠有一個好潔淨啊、好寧靜、好乾淨嘅分享音響音樂嘅天地咧，俾大家繼續去享受啦，係嘛？係啦，就係咁咯。咁啊9分鐘啦，咁啊唔講啦，咁我繼續玩我啲機，玩我啲膽啦嚇。多謝各位嚇。多謝曬。